在这边跟各位提到的是有关于从交易哲学部分跟各位提到有关于从秒数记忆的相信课程来跟各位做相关概念上面的掌握跟分析的过程。各位好，这边跟各位提到是有关于从课程的 Facebook 来跟各位里面在整个考试过程当中里面做一个整体性的汇串过程。各位，这边跟各位提到是有关于从各国教育的部分来跟各位做一下重点性的快速速记